有一些这个寺庙它有去我们讲说这个寻绕境的时候，那有时候会压在那个轿的下方的那个金，很多人是求回来，那么可以祈求家里平安顺利啊，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在求这个东西。那这个放在这个地方是对的吗？我觉得 OK 啊。好，所以这是财位先知道。那你说桃花位在哪里？桃花位基本上如果以房间里头来说的话，通常床头的旁边，当然基本上对也是这个位置相对的。可是桃花位，我们讲吹桃花的第一要件就是要保持干净，你不能跟垃圾桶，不能跟乱七八糟在一起。所以保持干净之后呢，因为其实有很多观众朋友他是本身很干净的，那保持干净之后呢，他可以摆其实像他这边有灯，其实点灯让这个桃花位或财位能够亮一点，那它这个也会加分。其实第二个的话，我们其实可以放一些粉金啊，或者招桃花的一些物品可以放在这里。那么传统民间里头会到这个所谓的月老庙去求红线，那么这个红线放在这个可能我们桃花位上，也会对它的这个会桃花方面会加分。好了，你就这样讲，老师讲了，你要干净。对，看你的房间呢、看你的有多干净。干净。室友的房间已经算干净，只要把财位稍作清理，就不会影响财运和桃花喽。而林小姐哪来信心嫌别人？到底她的房间有多干净呢？这一间是你的房间，你看自己有厕所，那怎么租呀？哎呦，套房啊，它是大间的，你应该付比较多钱吧？啊，就外出的。对了，这么直接哈。那我很开心哎。我觉得他的房间是真的很干净，真的没话说。谢谢。好，很棒。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古怪的地方哎。因为我们现在往这里面走，这边是马路。对。他刚靠近马路是那个佛神桌啊。所以神桌后面是房间。对啊。就出家，你这样修行哎。其实老师我冲击你很久了，你要跟随他的是老师又没有出家，所以他现在前面是那个佛座的关系应该影响到很大。其实他有两个大问题哦，观众朋友可以稍微注意一下，就是一般通常神明厅的后方是他可能要选择，就是第一要不就是12岁以下的小朋友睡，要不呢就60岁以上的长者那么来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12岁以下的小朋友没有还在很单纯的这个状态下，没有进入到青春期。那么60岁以上的长辈呢？你也见过最近12岁以下了？有些是比较成熟啦，先准备早熟。那60岁以上呢，通常已经大概就是已经比较那种清心寡欲的阶段一点点的哈。那通常如果睡在神明厅的后方会比较 OK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小朋友一旦进入到青春期，你睡在神明厅的后方可能会影响到他思考逻辑，那么到了适婚年龄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婚姻感情，如果真的有结婚的话也容易夫妻有一些争执跟摩擦。我觉得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好在神明厅后面正后方，但是他的第二个大问题就出现了。是不是他这样睡脚不是刚好踢在神明的屁股后面吗？对，这个是一般民间里头摆放神桌的第二大忌讳。不是说也不能头对放，刚才第一个是头后面是神桌，头也不行。对，但是第二个脚踢神明的话，没有啊，其实他往旁边移过去就好了。还是说他后面这个房间都不行？其实我们刚才提到最简单，刚才提到神明厅换了一个方向，完全就不影响。但是第二个问题，我就发现他的摆设，这个我觉得对感情上应该也会有影响。他就是在追求那个桃花，你说这个对不对？对，可是通常是中间最大颗，旁边小颗吗？你这个是一颗在静起来。有，我们爱家的静，是鸡蛋在静起来，一个毛小心广一下，我们就在。你好可怕，打我去哪了？你真可以啊！打扫的时候就是不小心弄破一颗了，然后我爸爸就很好心的去买了一颗，他说晒着的，有可能帮我补上去。感觉那一颗肿好大，那应该就多了。他应该是要把这个放中间，至少同颜色再去补一颗小的吧。可是其实他才是外来客。
可是他也是这一天才是他现在很重很在意他是外来的这简洁的事情。老师那到底这种总 OK 吗？好，首先第一个哈，通常观众朋友基本上这样讲，就是说随着七星阵它的摆放啊，应该首先如果颗粒差不多一样大，它应该会有个比较颜色比较深的摆放在中间的一个位置上，是啊。那当然这个代表中间这个就是要把周边的能量集中在一起。为什么？你仔细看一下，它总共有几个点呢？外面有几个点呢？六个。对，所以在这个所谓的白魔法里头，六芒星是祈福，那甚至帮人家做加持，做一些好的一个祈求的动作的，那个。但是如果它少了一个的时候呢，我们一般古代好在魔法里头就叫黑魔法，那么叫五芒星。基本上它是召唤恶魔或诅咒的一个这个使用，所以呢，所以才要赶快补起来。对，所以才要赶快补起来。可是他那一颗肿起来了。对，老师对，因为毕竟他当初买的时候是一组的啊，那他现在少了那一颗，他也很紧张，赶快补一颗。可是 size 不一样。首先第一个 size 如果不一样，其实现在恶魔跟那个也什么说，到底该谁出场？好慌啊！对啊，一个呢，我们刚才提到外面这外来这颗比较大哈，那跟里中间的比里面的还大，这个有点象征什么叫主客不分，所以很怕你的桃花，你交往的对象或者你遇到的对象，有时候妖魔鬼怪对会没大没小。老师这样可以吗？我觉得第二个方式就是类似像这样的方式，其实呢，你还不如这样子，那么把中间的大的那么来集中旁边的这个能量，那这样的来说的话，这样子会比你刚才所谓的主客部分要来得好很多。哦，是，那是不是还是要得把那小颗补回来吗？其实最好的方式是，他如果担心买回来的又不一样大的话，要不然你就整组把它拿去做，我就是要那个袋子。对，你不如另外找六颗一样大的，所以你就带去，然后对去配对，要不就整组换掉。对，因为你每次配，你每次都会奶油。奶油，你一定奶油的，你现在一直在奶油。就像你吹桃花，你也很怕它就是少了一块或缺了一角，或者是它现在就是有一个桃花，就是会怪怪的嘛，比较紧。所以我从家里看他家里的白色，我觉得他真的是个好孩子，就是很孝顺，然后又很重视这个祖先，各方面都是好的出发点。但是就是你可能有一些方向来调整一下就好了。没错，这个赶快肿起来拿去。对，真的，或是把它冰敷一下会不会消？应该不会。我觉得很难哦，会不会招来桃花也都走？怕更走。好啦，祝福你了，希望你能加油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对啊，谢谢，加油，谢谢。